金毛会比较好养一点，因为金毛性格很好，很温驯，而萨摩耶则更加调皮一点。而且萨摩耶的白色毛发很容易弄脏，需要主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护理。金毛对环境的要求不高，适应各种饲养方式。比起萨摩耶这些雪橇犬的玻璃胃，它们的生命力很强。从护理方面来说，金毛自身并不挑食，可以轻松的就喂好它们。除了偶尔吃一点水果蔬菜之外，每天要吃的狗粮也不是特别多，也比较好打理，只需要每天梳梳毛发就好。金毛比起萨摩耶是更好饲养的。